爸，我现在就想吃。乖，咱们等回家再吃啊。来，我拿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呀？哎，师傅，问一下，这是我们家东西，怎么说搬就搬呀？哎，不许搬呀！老头，这不是你们家房子了。人家房主让我来搬他自己家里面的东西，你拦个什么信儿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租的呀。师傅，你跟我说清楚，谁让你们搬的？老头，我跟你说清楚了，我们搬的这些所有东西都在租房合同里面，现在这些东西全部归新房主所有，明白吗？谁是新房主？你跟我说谁是新房主？谁是新？叫吴孝慈，去看看你女儿去吧。我的凳子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欺负我闺女？你干什么？爷爷，爸，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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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，爷爷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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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爷爷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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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，爸爸，爷爷，爷爷，爸爸，我是爷爷，听话，我是爷爷，听话，爷爷，听话，你起来呀，爸爸。爷。不要撞好人了！你们强行买了这房子，什么？吴小四把我们轰出家门，你们太狠了！爸，你别，爸，爸，你别生气，爸。